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。尔时，千世界微尘等菩萨摩诃萨从地涌出者，皆于佛前一心合掌，瞻仰尊严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于佛灭后，世尊分身所在国土灭度之处，当广说此经，所以者何？我等亦自欲得是真净大法，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而供养之。尔时，世尊于文殊师利等无量百千万亿救助娑婆世界菩萨摩诃萨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天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、人非人等一切众前，现大神力，出广长舌，上至梵士，一切毛孔放于无量无数色光，皆悉遍照十方世界。众宝树下狮子座上诸佛亦复如是，出广长舌，放无量光。释迦牟尼佛及宝树下诸佛现神力时，满百千岁，然后环摄舌相，一时顷开，具供弹指，是二音声，遍至十方诸佛世界，地皆六种震动。其中众生、天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、人非人等，以佛神力故，皆见此娑婆世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众宝树下狮子座上诸佛，即见释迦牟尼佛供多宝如来在宝塔中坐狮子座，又见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及诸四众恭敬围绕释迦牟尼佛，既见是已，皆大欢喜，得未曾有。即时诸天于虚空中高声唱言：过此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世界，有国民娑婆，世中有佛，名释迦牟尼，今为诸菩萨摩诃萨说大乘经，名妙法莲花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，汝等当身心随喜，亦当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。彼诸众生闻虚空中声已，合掌向娑婆世界作如是言：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。以种种花香、璎珞、幡盖及诸延伸之具、珍宝妙物，皆供摇散娑婆世界。所散诸物从十方来，譬如云集，变成宝藏，遍覆此间诸佛之上。于时，十方世界通达无碍，如一佛土。尔时，佛告上行等菩萨大众：诸佛神力如是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若我以是神力与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为主类故，说此经功德，犹不能尽。以要言之，如来一切所有之法，如来一切自在神力，如来一切密要之藏，如来一切甚深之事，皆于此经宣示显说。是故汝等于如来灭后，应一心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、如说修行。所在国土若有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、如说修行，若经卷所住之处，若于园中，若于林中，若于树下，若于僧房，若白衣舍，若在殿堂，若山谷旷野，世中皆因其塔供养，所以者何？当知世处即是道场，诸佛于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诸佛于此转于法轮，诸佛于此而波涅盘。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：诸佛救世者，住于大神通，
为乐众生故，现无量神力，舌相至梵天，身放无数光，为求佛道者，现此稀有事。诸佛请看声，即弹指之声，周闻十方国，地皆六种动，以佛灭度后，能持世经故。诸佛皆欢喜，现无量神力，主类世经故，赞美受持者，于无量劫中，犹故不能尽。世人之功德，无边无有穷，如十方虚空，不可得边际。能持世经者，则为已见我，亦见多宝佛及诸分身者，又见我今日教化诸菩萨。能持世经者，令我及分身灭度多宝佛，一切皆欢喜。十方现在佛，并过去未来，亦见亦供养，亦令得欢喜。诸佛作道场，所得密要法，能持世经者，不久亦当得。能持世经者，于诸法之意、名字及言辞，要说无穷尽，如风于空中，一切无障碍，与如来灭后知佛所说经，因缘及次第，随意如实说，如日月光明，能除诸幽冥。斯人行世间，能灭众生暗，教无量菩萨，毕竟住一乘。是故有智者，闻此功德力，于我灭度后，应受持斯经。世人于佛道，决定无有疑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